哎，差一点就冲下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庄。今天我们来的早啊，现在是早上八点多钟。刚刚我婆婆煮了个面条，我们现在下楼准备吃大冷面。看大坤他们准备开吃了，看。小碗。哎，小碗不错啊。你也吃吧。我也吃。来个吃播呗。一口一碗面。一口一碗面，这小碗太小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吃完饭这就开工了，之前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几块砖头，现在准备把它撤下来，然后把咱们那个啊，那叫简易地沟啊，给它安上。看看咱们这个大坤小庄号，是不是非常的带劲？外观安上水箱之后，基本上就剩一个空调口就完事儿了，没有什么大变动了，基本上就是里边了。简易地沟已上线啊，看看他怎么把这个车开上去。哎，坐的还挺正好，你看啊。到这里了。好。后轱辘要上坡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一点也不费力呀、啊，接着往上上啊，上一半停下来，怎么感觉大坤有点不太敢上？哎呀，底下那个简易地沟干啥都动了，看见了吗？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？直接往上开不行吗？可能是地下有沙子，看要往前错，熄火的。应该一次上。好上什么？好，好了。看一下这次能不能一次成功。哎，差一点就冲下去了。哎，正好。行行，挺好的。你看，后面一下高出来这么多，很不错。哎呀，非常好啊！这两个后轱辘整体就抬高好大一块，到时候干活也就好干多了，有一定的空间了。挺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莹莹懵了。这车怎么斜了呢？你现在不能上了，宝贝，是斜坡，你站不稳，好吗？哎呦我这大水箱也就位了啊！这遮阳棚，车斜着是遮阳棚，这遮阳棚太搞笑了啊！斜着的遮阳棚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啊，车斜，然后这个遮阳棚是可以支正的，太神奇了啊，非常可以。莹莹又开始跟小朋友打招呼了，看看，来了一个小哥哥。一开始说的那个找眼是不是已经找完了？找什么眼？就是水箱上什么的孔啥的，是不是都打完了？是不是？水箱都完事了。就剩挂了吧？是不是？那车底下是不是得打孔？什么连管子啥的？哎呀妈，好费劲。一听脑瓜都嗡一下子。这个中间是不是在这儿啊？看现在这前进顶多好，是一个打开之后是一个正方形的。我记得以前的前进顶都是一个红色，然后上面带一个小立柱，然后有一个棍儿在那压压压压压，然后它就支起来了。现在呢你看都变成这样了。